vot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player and you're in the final. Oh, 那是那个今天他们说什么 Mr. Parker or something? Yeah. 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，只是看到今天的海报。 Yeah, it's a vot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player. 然后你跟杰哥是在最后 final. 那有什么话想要跟投票给你的球迷们说吗？ 杰哥Beast? Yeah. 就是还是 respect your elders, 尊重老大给Beast吧。 我不应该说这句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Beast球迷，这些东西就交给球迷吧。我们还是交给球迷吧。 不让林书豪可以轻易来执行挡拆哦，这个追防吹了曼宁高的犯规。 来看一下重播，可能是在下手的瞬间了，下手的位置。哈哈，现在曼宁高跟林书豪蛮有聊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蛮少见的，而且还有说有笑。两个人在比这个动作，今天苦主凯宴。 上半场就5次犯规，林书豪的手上这边应该是有流血的状况产生。按照规则来讲，只要有流血是必须要强制退场来止血。这个流血的部位可能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有一个出血的状况，应该在他的手指头关节的部分。对，但要看有没有止住哦。但是只要一流血，他是场上的球员，就是必须要来强制换人。是。 没受伤，就是有一点点的血，然后他们全队告诉裁判，我有一点血，然后就不要我发球，所以就是我不用说更多了。好，看最后一秒钟高过好，再扣。 新年球季我们看过太多次了，高国豪打这种 buzzer beater， 他非常的有自信了，这是中场的百万大抛投啊！刚刚那个角度就正对我们主播台，我看那个球很直啊，没想到真的他就是有这种能力啊！哇哦，在这个百万抛投进了之后呢，高国豪单节拿下11分，哇哦，太精彩了！那勇士队呢？ 延续昨天第一节的30分了，今天第一节拿下了34分，但是这里头的价值是首节的12分钟里面最高的，才刚刚过半场而已啊！哈哈。